心是非常的澎湃啊。没错，哇，这个时候也掉下来了感动的眼泪啊。对，哇，不得不说，在这种最高等级的运动员的殿堂上面，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的国旗歌来讲，的确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。没错，大家应该可以忽略后面的这些事情，我看没错，会行就行了。对，杨哥王麒麟拿下了金牌，嗯，金牌的闪闪的发光，让我看不到后面这个红色的东西。我们恭喜杨哥王麒麟哦，赶快来这时候咬下一个金牌。没错，我迪瑶真的，他现在当打之年哦，这个状态还很好。对，我选择是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结束之后，就希望能够，我就要高挂球拍跟球鞋，我希望现场一定有很多球迷，希望李阳可以继续的打下去。嗯，没错。不过真的就是可能结束之后，也应该就是来到大学去做任教的一个工作。那也希望他之后能够带领的球队的球员里面来讲，能够像他这样子能够发光发热。希望两位球员呢，在接下来的奥运结束之后，先好好休息一下。没错，的确。我相信他们接下来回来一定有非常多的行程。那麒麟在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大家要赶快上 Threads 上面。